家好，我是三年一班的小康康，很高兴认识大家哦。吵死了，不装。刚刚那么智障，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一期录的是什么了吧？对于儿童节快到了，然后这一期呢，我们选了几款小时候的零食来一波童年回忆杀，看看哪几款能勾起你们的回忆。老虎肉、辣条啊，妈咪咪，不要喜欢吃咪咪，因为人家都说吃什么补什么。你要玩哪个？我想玩这个。我是这么大。嗯，没几斤吗？耶！我的都飞到月球去，我告诉你。我们没准按时下来。OK。八、九、十，他连一个都没有。你看第九下我就有一个。十。啊！那我先选吧。你选啊。好。那我可能会比较选钻石糖。钻石亮晶晶，为本公主准备的。看见没？你不配拥有这个戒指，只有我配拥有。然后上课的时候也非常偷偷，就是你看，或者是藏在手里面这样。嗯，嫁给我好吗？算了，太肥了，塞不进去。好吃吗？很好吃。糖心太多了，良心产品。小时候不敢吃太甜的东西，我妈会掐死我。说真的，这么多里面，第一眼我就看到咪咪。这么多东西里面，就只有咪咪是正规厂家生产。咪咪是从小吃到大的，这咪咪就是别人的味道啊。我总结下来，吃这种东西，你会发现你的手指比零食本身好吃一万。对。这个吧，无花果。无花果好好吃的，我喜欢吃它上面的粉。虽然包装变了，但味道还是之前那个味道。黏厚一点嘛，对吧？嗯。现在就偷工减料，剪成一条丝儿。这个特别像湖南的萝卜皮，我觉得很难吃。等着我长大。我们那边叫鼻屎糖，长得像鸡屎一样，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开胃。他们会把这个搓成粉，然后捏到别人白色的那种衣服上。小时候那时候济公不是很流行吗？给你，保命。鼻屎好吃吗？我觉得好好吃啊，我待会可以带走嘛。以前吃的好好吃，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吃的呢 ？OK， 我是个社会人士。以前我小时候真的以为是糖分，不单纯。我很喜欢闻辣条，我感觉闻辣条味。别吃，这还是甜辣的。吃多了就会就是积食。你会吃很多吗？对啊，所以说现在就不是多好看，吃少。我选这个。小时候我吃这种西瓜糖的时候，它是用玻璃瓶中去全部装进去的，是吧？没有这种怎么独立包装的。然后每次买完辣条，或者说在家里好不容易翻到一毛两毛钱买这个吃。哎呦，这样甜。我主要一股鼻屎味，你鼻屎是西瓜味吗？是这个想喷下去。咽了爆糖以后，你在拉屎的时候会堵住你屁眼，然后你拉的时候那个就会，就会吹出一个泡泡。它的形状就好像变成坐扁了的样子，这看着真的好三无啊！三无产品的味道，感觉有股机油味。超粘牙，我感觉我的牙要掉牙了。就像我们这种就是疯狂上补习班、课外班，家里超有钱的，是不会吃这种狗屁东西。那个包装也太劣质了吧！我小时候就是最看不起的就是那种在地上摆那种卡片的那种小孩子，然后这个可能是他们的标配。我觉得你小时候应该没有童年或者没有朋友。这种一定要铺满着整个口腔才爽，我让人要喷出来。我觉得今天晚上急性肠胃炎了，给猫吃，猫都不吃。无花果、西瓜糖吧，泡泡糖吗？五百年没有喝 AD 钙奶，还是这个东西最好。对，所有东西里面只有这个不评测的东西最好。节目组现在每个人只给一罐，熊猫怎样？就别买这些垃圾食品，钱攒下来都做整容好吗？我丑的要死，就小时候不听劝。我觉得我挺满意我现在的样子，我觉得现在挺漂亮，就你自己对你自己不自信的。我上大学那年的彩票号码是多少？让他去买。在传媒大学隔壁那套房一定要买，告诉我妈妈赶紧去北京买套房先，别整了。还是娃娃能勾起我的童年回忆，希望大家看完这一期呢能引起你们的共鸣，然后呢祭奠一下你们终将逝去的青春，毕竟也是个老逼，对吗？这期节目到这里了，然后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